你知道妈妈得的什么病吗？艾滋病。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？抽血。他这个整个今天有100个人或者50个人，这是交混在一块了，混在一块分离，这剩余的血球的血细胞的给他打针，他教练，你妈死了，就给你妈给你爸死了，然后你这病了，俺俩也不给你喂。他也觉得我得了这么可怕的病，他也不说话，就低着头。他如果正常的话，我肯定义不容辞。我现在我有家庭，我没办法。